我觉得呢，我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产业，做起决策还是有很大的困惑、很大的压力的。作为一家初创公司，因为我们要做芯片，最大的困难在于零到一的突破，它就像苦行僧一样，需要长期做冷板凳。选择呢，往往都是非常艰难的。如何把这些产品应用到市场里面去，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，肯定会有犹豫。 和这个难受的时候，创业呢，要给自己当时的环境和社会的发展，它是有紧密的联系。 梦想，它是要在每一种状态下能够激发出来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市场的契机和国家的需要，想把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，让每个企业更有效率，让每个员工更有价值。创业这个事儿其实是会上瘾的，这几年给我带来成长却是让我觉得远远超出最初的一个预期的。创业一定是一个理性而又有情怀的事情，是一个。 热爱并且坚持的过程。交大的这个课程的布局啊，是非常重要。一个是基础性的，一个前沿性的，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啊、创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在交大，它其实是有一个创业的圈子的。我们是属于一起从学校里面打拼，到带着很多的交大的同学，我们一起去打拼。 特别喜欢我们交大的校训，叫“饮水思源”。企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一定会经历非常多的波折和变化。企业的创始人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份初心。交大人其实是有一些相同的一些行事风格的，一个是说我们要去踏实的做事，另外一个我觉得要真诚的去做人。 时刻的去学习，而且保持那一颗渴望去成长的心。不要去攀比，不奢求，做难而正确的事情。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未来各种各样的挑战。实现了自己梦想，也能为社会做出自己意想不到的贡献。技术到产品，帮助了人，服务了社会，更创造了社会价值。